就是小脖子，你给我告诉你，我就感觉马上就要捅他，这样他那个紧迫感就更强了一点。但是手上拿不了回去了，我刚才一摸，这丫头实在是太细太细了，慌死了。没事。他刚才比你这劲儿还大，老哥，咣咣，你把这劲儿使出来。你为什么咣咣打我身上？我还躲不了，只能让跑。刚给我投他了。看见了奖。我买不下了呀。